球和弃权是违反体育精神的行为。各位台球爱好者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2022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球员锦标赛安徽太和站的比赛。本次比赛由星辰乔氏台球俱乐部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500,000，总奖金近980,000元。2022赛季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,000，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万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 LP 球杆、野豹台球杆、 Furry 威力球杆、奥秘台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 Pots 波茨杆、钓鱼台龙马仙瑞酒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雅乐美台球、 HR 巧克粉、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、赛克斯巧粉、小麦皮头、镇红胶边、蹭个够商城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2022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球员锦标赛安徽太和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胜部第二轮57-64的比赛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刘鑫、何文冲。二号台裁判员傅一冉，运动员严建博、刘鑫。四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张勇、楚炳杰。五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管振、张磊。六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陈双友、贾浩辰。八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吴振宇、王云。 TV 二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张太义、石汉清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记录裁判员何秀红、卢冰霞，运动员郑宇博、张坤鹏。
现在比赛开始。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两位极具观赏性的选手，郑宇博、张坤鹏，在本次球员锦标赛啊双败淘汰的第二轮啊碰面。本场比赛谁获胜啊，谁继续在胜部征战，落败的一方到败部还要继续拼杀。赛事评述：苏新元、张庆勇。比赛抢十三，140分钟限时。老规矩啊，轮流冲球。就是不高兴了，就是球有点沉，球有点沉。张坤鹏也是鲅鱼圈啊甲级分站赛决赛啊，因为临时性的这个失聪啊，经过早发现早治疗，现在已经痊愈了。重新回到赛场，看看发挥如何。郑宇博也是没有参加鲅鱼圈的两站甲级分站赛，包括之前的甲级也没有打。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，会不会像昨天梁帆在 TV 台给我们的这个表现一看啊，眼前一亮，对，起码能够蓄势待发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郑宇博开球。养精蓄锐啊。对。开的不错，这个爆发力，就得看看这个球运怎么样了啊！冲球杆像弹簧一样，拉满弦之后，砰一下出去，力量给的足。还不是特别的好打，这个球有些难度。上手二号一 K。边哭泣，看看效果。红三，黄一。红三是个远线的直球。一是右下一个大角度。黄一不好控白球。红三呢，虽然远点。从这个流向有花球啊。但没打进，张坤鹏中带有点薄，不好停呢，要不要去带一下这个球队啊？或者就是不带，或者为了停球翻带都可以。还是带一下，带一下，找机会看这个能不能打双下。如果有双下，就还有机会打。比如说打九双下，然后白熊低杆过去，叫十右中。你控一杆。好。没太想进吗？那这个球，它可以传稍微偏一点就好了。因为传就是这个双落，它还是有几率啊。对呀、啊，从主观意识，所以说，还是控一杆。传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，就是比如说我不想双漏，我就稍微传偏一点就好了。其实就这样，寸了。那来吧。哎，真行，恢复的不错啊，你上来这个准度可以。
一 K 啊。好家伙，还有一准、啊、哎，这个是不是来一个更夸张点的干法呀？打十号呢，比如右边蹬两脚，发力过劲，哎，不然就是变成一个温温柔柔的薄切十四。挡带口打右边，白球带一点点左塞的高杆，白球往这个四三上面去放，这边得薄，打厚了上不去。连打带跑，还是白球防到右上。左上右中都有漏球，也带了一些后手，可以继续防，把四往右下这边来养，白球防到三号八号上方位置，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就是轻打四，用四去贴一杆也行。进了看看缝隙当中左下，这左下对了，跑回来拿三打了，可以了。第一局郑宇博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
第二局张坤鹏开球。轻轻一薄，十号，可以把十号先打，把左下带口让一让，对。出来，一十二号右边的中打。可能要碰球喽。哎，差点借个力翻进啊！五角度不是说非常大，这个 K 四需要下低杆右塞发力，对，发力这么大，对。蹬出来这个，往左的角，没错，他的视线的右边，咱们画面的左边去。而且你这个往下扫向上的时候，很容易把这带口给勾过了，对，变成上方了，就是贴库了。这效果是真，这个还不错了，挺好。没敢交位几杆啊？四四，什么情况？四号，二号肯定有了，但二号会稍难一些。可以，够直的话，往回往前都行啊。可以微微的，往下跟一点。那
两边都可以叫，就是底中啊，就是简简单单一个点就可以了。第二局郑宇博胜，比分2-0。谢谢。第三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左上，过线进球。打单色这个黄衣要利用起来啊，去处理一下边库的二三。打花色左边中带十五打下低杆青瓜石，或者不要把这个石往左边 K 太多。岩石。然后左下方的花色呢，可以去带这个十二号球。有没有轻了一点？还有缝隙，十四肯定没问题。看看，对，看看这个十三这边。不错。其实最好有些球的效果就是我 K 到这个球我就可以打，就省了后面的一些烦恼了，要不然还得再去利用某一颗球过来过渡。 K 那颗打那颗这有一定的运气跟效果支撑才可以。对，你再精尖的大师来了也不能保证100%的就 K 完这个之后没错就能打这个，除非是这个球特别好 K。 对，这么小包边或者怎么样的，那有时候可能也有几率的。对，一下子杆法变得有点高了怎么样，又下去了上来了啊。因为你得最后是皮头接触到这个白球产生的效果，它不像这个足球你套一鞋是吧，你这个骑篮球你直接能摸这球你还能更好的控制球杆一米多长，这种细节让它把握偏差。那这种边库球你郑宇博你再让他打十次他可能都未必能掉，你这就赶上了没办法。
登坛曲。中带漏了，吃色。推下，蹭包边也没关系。推下多少可能得蹭一点儿。嗯，然后九号再下来，能不碰最好。你碰一下呢，你还得控制这个力量。好在是方向不会发生什么太大改变。好，中带一打右下。第三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3-0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第四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开球失机，我线次数不够。三颗过，没有球进。继续击打。左上7，右上6。里边一点，可以打3了。再继续啊，杆法稍低一点，左边上去，奔着6了。嗯，6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打4横过来，前面那个最开始的最初始的角度，对吧？右下方打右上方，变成一个底带也成。从第一根横向向右走一点点，过黑吧。或者往右多点再回来了。哎，回来再上去再下来。因为叫右上叫不好啊，就后斯诺了。球也多，影响出杆。这个就得小心10号了。对。
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没问题。又下了。不需要太爆啊！第四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4-0。第五局，郑宇博开球。看能不能选上花色球，右边组合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只能是保这个右边中带的六号。哎，看看九右下啊，够不够打？还是打六。能正好两库出来。行啊，这位置算是可以啊。七 K 那颗从下往上勾那颗，目前来看最好能勾十，勾两颗八号别被勾死。还得费点周折。嗯，再往里，啊，真够四的话，够厚点，或许效果也还行。轻轻一碰，哎，看看底带。行，就推过去，中间钻缝隙弹起，留一个五，刚好可以向左边的角度，然后再推过去，叫缝隙里的黑八中带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多数要 K 球了。哎，先看看底带吧。这八号左下这。对，是
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尖端的进球上交位了，这个球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不吃带角往上跑得更远。第五局郑宇博胜，比分5-0，台球清台，谢谢。第六局，张坤鹏开球。二号好像还看不到这球，那个很好的进攻位置啊。嗯，左边这个还没有跳，10秒，5-4。嗯，还行了。这个已经算不错了，这时候跳上去其实那个带口位置方向很危险。再看这个可传啊，然后那六号走的方向。这边5-7是没问题的。你拿六传的话肯定是向下啊，向下的话这个一定要不要跟九，主要是对不要跟九形成一些粘连。嗯，这里面7还是比较值的，可以直接第一杆拉回来。蹭个薄边，
这黑帮还是有些精确。左上勾打是最好，刚好是可以中低杆直接横台叫。但是这个黑黑八的时机就已经不太合理。对，剩一个球就有点麻烦了。前面在这个五七在的时候，早点动心思。第六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1-5，开下清盘，谢谢。正红胶边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第七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华色，10秒。哎，怎么样？10号球。刚好勾下，好的，底带也够，也很直，有把握就下一点右塞。黑八左下没问题，再往前先轻轻一推，叫反向嘛，没打进。
杆，嗯，轻轻的用一点点右塞，再看左下，有点角度向画面右边高杆，可以交右中，很直啊，低回去。第七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2-5。谢谢。第八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开球失机，第二次开球失机，再有一次他自己去。继续打。炸的还很开放，对，面儿还不错。继续击打。先把15掏进。嗯，有点别扭出发。轻轻地摸了一下，没问题，不伤，不影响这个白球方向就可以了。对，基本上这个左边中袋这颗12跟上方14可以做一个配合，拿分局面。12可以不留，这个剩下的球已经是足够去解决黑八的问题。非常开放位的一个黑八，哎，可以赶一下。您老人家挪挪窝啊。这里边左上肯定没问题啊，打9再下来，这都是 OK 的。你这个球一旦你用这个10去传11了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了。传好了行，轻轻停那儿，传偏一点点都会薄一点点，变成大角度。这个位置是还不错的，能让剩下的这个选择里边呢，可以选择很多的合适的角度。就是黑八带口嘛，左下、右中、右下。觉得这个麻烦就打进，发了一个高杆再上去。这是中袋还要打吗？留着10也没什么用，你留着10最方便的左边的这个袋口也被7挡住了，在这儿就失去了意义。
轻轻十四，小薄边弹起，向下九。左右平行啊，哎，停。郑宇博胜，比分6-2。第九局，郑宇博开球。稍微的小绕一下，嗯，还成，还是有一点点角度，低杆一点，左边7号下来之后呢，看这个24的一个左边的组合啊，好，打七中低杆右边下来，刚才也是瞄了一下24的组合。合适，再调一点。这么一组合，白球往右顶一下这个对方的花色球。一传，等于说后边还有衔接的机会啊。还有，对，漂亮，没问题。不，这就是传的，包括白球的这个设计，都达到了张坤鹏的意图。好球，细的，细致，可以，中带往上一推，右中也够。第九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3-6，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
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正逢交边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工学和中式台球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伟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，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，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。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。不畏磨砺，披荆斩棘，10年一见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夜爆球杆，世博台球杆盒，欧洲设计，高新工艺，3层抗压 PC 合金，6重保护，极力减少挤压、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，质保3年。世博台球杆盒，给球杆婴儿般保护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10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底杆不错，1号的右边中应该也有。再来个底杆，红带刚好，剩下来红3。
刚好像画面的左边啊，而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双向选择。对，顶六较四，中低杆滑过，不碰六较四。右中不用想了啊，这左边的袋口跟右边下方。好，找一接力黑八吗？第十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4-6，开球清牌。第十一局，郑宇博开球。没进。看看这个六啊，对，左中怎么样？哎，花色，花色球了。准的。左上再打进啊。还可以正常的推高杆弹，可以十号的左边带杆，开放的。先把九叫了，九也没用了，用九叫这个下方这两个是合适的。好，下方也没关系啊，高杆顶不下来，左边的带口。推过去，角度自然流向下。好，你中低左下方一个双位，四八之间。走，留一个左中右下。第十一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5-6。
第十二局，张鲲鹏开球。开球失机，张鲲鹏第三次开球失机，判负一局。第十二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7-5。因为在第一个暂停之前，张鲲鹏已经是累计两次开球失机，很明显，17、2号过线，三球过线，不满足四球过线的规则，累计三次。斐丽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杆优越。威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第13局，郑宇博开球。还是画面左上方有过线进球，算2颗球次过线。看看10号的左中，如果能从3根滑走球中间进最好。没问题。角度，中高，好，先把11给打掉，对，挨个解决，对，那可以再上去，因为把11打掉，这9号的左下也多一个选择，没错，你说现在叫吧，也能叫，有点难。强强的这个非常强的左侧的这个旋转高杆，打11还打得非常温柔，但是这个就太强制了，对对。而且咱还有其他球，对呀。14，稍微走的大了一点。继续推中高杆，然后再上来，好线路。这个球很考验第一杆的效果，或者是勉强叫的话，可能就叫不进了，叫的会稍微远一点，留个好点角度，用库边的这个球去调。不然你这个多库去叫还是有点难啊。对，叫角度得了，一杆准度。并且还要下点低杆往回走一走。但是这个角度啊，多半就可能叫了一点点这个反角度。这个已经算是不错，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在这个局面下，继续的下耳低杆，顶黄一的时候，就是别把这个好打的中带给挡住就行了。那这个只能交给郑宇博判断。
所有的设计都非常好，就是没打进去这球，应该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对，就厚了那么一点点。好的，而且有角度蹬过来了，红三。中带一打，不动吗？中带一打，借点黄衣也没事儿。微顶，你有贴吗？九号球，翻中借力，咬住了，咬住了，翻中借力。这个翻中借力要注意这个右边中带的下沿位置。准，可以走一个开放位置，右边大面积的区域。第十三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6-7。第十四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开球失息。继续击打，右边有中带花色球，还可以。十号的左上有，十四左下带口还比较近，而且还有一定缝隙。
颗，然后左轮中带九号轻轻一推，好的，下来啊，弹起十四，稍多一点点，但是用这个低杆右塞还能抓一个角度，较不近可以较个合适的角度，然后再打这个左中去调上方的十。刚才这个中间的花色球啊，其实刚才右下十二号也是可以尝试一杆，那个角度也不错，没有动的话就后面再打。假设现在是没有中间十二的话，那就现在就是打完十一之后叫十往上一推，直接最上方往前叫黑八了。有十二呢，就后面再调一杆。好嘞，这个时候就是郑宇博再看一看，我十号往上推什么角度，然后调这个十二号，还是十二十号球低下来。叫这个十二上叫十三，做一个心中选择就行。黑八基本上就是左下角。所以这个时候前面那个十二号刚才右下要是直接打进了，就没有现在的这一步了，直接就是十三下来叫黑八。现在再打一杆，把角度留合适就行了。对，很明显的一个右侧旋转啊，底杆。那这杆球呢，你是上库呢，就中高右塞，轻蹬弹起。十四局郑宇博胜，比分八比六。谢谢。第十五局，郑宇博开始。上手左下方，好的，推进之后先看十五。这颗球角度稍微有点大，推过来还是尽量控制这个白球，
尽量的离库边远一点。这个你要立杆尾下低杆顶八就会有点难。好，十二再下来吧。有角度的话，用这个中低杆左塞上库往下走也行。还是向下，哦，家里真阔啊！哎，有条件。嗯。郑宇博这个黑科技的开球杆呢，用过，但是用的不多。对，他还是对这种目前节的开球杆还是比较喜欢，更适应。这个器材没有一个标准，关键是合适、得心应手啊。你的力量配合你的这个球杆的冲球的力量，能够达到进球就行。对。结合不同比赛的要求，配合不同的器材。摆球框的用什么？嗯。垫片纸的用什么？底带好停吗？不好停叫中也行啊，一样。我觉得不合适，从边库底库再下来。第十五局，张坤鹏胜，李振七比八。第十六局，张坤鹏家秀。开球失机，第二次开球失机，再有一次判负一局。继续击打，
寺庙，岩石。如果选单色的话，稍微费点心思的还是八号球右边这个四啊。要是打花色球的话呢，还是八号球周围这个十五。十秒。你得想清楚，先定色。五、四。看看。关键是四号球的左下啊，够不够去直接进攻？没了，那没难度了。四号一打，八号右下，嗯，这边也就开了。对，需要动这个八号球的位置。微微摸一下。这是因为结合角度问题啊。嗯。稍低一点，不要太低。因为梗从整个球局来看，不动八也没问题。有时候走多更有一些，是因为有一个旋转在里面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会说低杆，有些时候说低杆加赛，对吧？需要你走远的时候。可能咱就不用那么大的力量，用旋转找一杆。第十六局，郑云博胜，比分9-7。17局，郑云博开球。
技术型的开球没什么好的进球率啊，改变成大力炸，大力炸一样也是看运气的这个东西。延时，好，左上。中带有打，角度稍稍有点大，稍稍有点大。这个球借势，借角度刚好可以向下把这个七再稍稍带一下。因为这个七号球本身右下角这边肯定也是不太好打的。K 好了 ，K 点薄边下方还有一三，可以。这一修正之后呢，七号的右下够打了。白球这个位置稍远一点点啊，看准度了。因为打黄一肯定是没有必要的，打黄一还需要上再下来打个三。继续用第一杆往上找，脚中带第十七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8-9。第十八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哎，14赶了一下11，中带进。
寺庙，岩石。二号球的左下，还需要再拼一杆。刚才这一杆已经把四号球解开了。边库的七比较好判断的，比如说六，可以叫右下上去把七号球是叫也好，去 K 也好都可以。甚至说四号球，你都可以去调整七号。局面开放，正好左下右下左中右下左中，或者说左下这几颗球。比赛时间一过半，感觉都有点打薄了，力量合适，颠颠又叨叨，行了，哇，黄金代理，嗯，感觉让人打薄了。第八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9-9，开球清台，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判不立决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正红教鞭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先角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，工学和中学台桥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
打感优越，威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，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，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。最好的给你，夜报球杆。世博台球杆盒，欧洲设计，高新工艺，三层抗压 PC 合金，六重保护，极力减少挤压、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。质保三年，世博台球杆盒，给球杆婴儿般保护。三天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九局，周允博开球。稍等我一下。看看过线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被撞的啊？七，进两颗。那这球感觉上好像没问题。嗯，就是前后有个碰撞，对，造成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。到底过还是没过？怎么样啊？其实两个中带已经明显了。左边中带打一号球，可以从左边再出来。嗯，弹的稍微少了点，角度有点大。再找一杆，嗯，再找一杆，这球刚才这球走小了，后面还得再调整。对，走多点就不至于这么费劲了。不太好较劲，那就较出角度来吧。扣眼棋。今年这个比赛里表现还可以啊，也是一个上升的一个势头。嗯，从去年开始已经有跟这个郑宇国队员在这样去练习了。嗯，唐春晓啊，梁诗瑜啊，寇艳琪啊，都可以。
十秒，延时。主要是旁边这八号球有点碍事儿。看强敌能不能横，得顶，因为你强敌直接只能奔着二去叫，但刚才镜头给这二号球好像还不太够，得打一个交叉，还好力量能掌控，两球同带。第十九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10-9，还请清台。谢谢。第二十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开球时机，第二十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11-9。第二十一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今天张坤鹏的这个冲球啊，冲球之伤已经是送了郑宇博两分了。最好能把一号球接走，闪出12号右上的角度。
角度还有点大。对，不成，嗯，不成就顶八吧，因为他想叫一个合适的打九去绕过来叫十三角度，他推过来他怕七这边四有点大，对，不行，借一下黑八这边，打得很巧，嗯，这没办法。那今天冲球六盘开球时机，对，怎么玩？这个是太多了。那暂停的时候，这个徐锦言，我张坤鹏其实也在说这个事儿。选手炸不进，裁判员很紧张。张文萌也是，就是冲球劲儿大了不行，劲儿小了进还好，不进就失机。轻松到赛点了。第二十一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是12-9，开球清盘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先角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。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飞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Box Gun 工学和中式台球。第22局，张坤鹏开球。开球第7次了。继续击打。是让了一只手跟郑宇博对抗了。7次开球时机，也就意味着送了2分的同时有5次把主动局面交给了郑宇博。那面对郑宇博这强大的火力，而且今天有些细致交位还非常好，这个没配了，打起来。9号在这也没必要留了，对，角度合适可以打，省着他来回的影响这个10号跟左边中带的过渡，对，再调一杆呗。这局面像开玩笑讲，打哪个都合理。嗯，高阿苏讲话了，对吧？嗯，心情愉悦，哎，心旷神怡，心旷神怡，心之所向来了，心之所向，对，欣欣向荣，心如所往。心情不敢惆怅，这么好的面，这个对，绝对是练球局面，这是一蹬左中，角度合适，中低右边下来，咱也别叫右边，叫左边，很开放。
比赛也是一个双败淘汰的首轮呢，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，赢球的一方呢还在胜部，张坤鹏在败部啊，还得一场一场的去突围。下一场比赛下午的14:00。是他